清风，你话你唔信我同邓丽云系好朋友，而家我就寄一张我同佢嘅合照俾你。仲温紧书啊？嗯，整咗啲热牛奶俾你啊。唔该，妈妈。诶，呢张相系去初家影噶。啲歌迷要相，丫头去影，顺便就带我去影咗张。嗯，真系完全唔同。我哋女女就系有气质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你睇下，眼神都唔同噶。爸爸仲未翻嚟啊？哦，你爸爸最近好忙啊，跟住司令去呢度去嗰度，我估咧肯定冇餐食得饱。嗯。俾心机温书啦吓，早唞妈妈。嗯，发咩酒癫啊？攞仔女嚟出气。唉，佢就系要读书，细路唔可以唔读书噶。边个话佢唔读书啊？边个讲噶？哎呀，四川啊，唔会啊，福建、广东，你讲完未啊？咁你话俾我知啦，你唔讲啊嘛？好，我去问秀美。诶，翻嚟，你做咩啫？咁你讲啊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话我哋赚到钱啦，赚大钱啦！赚大钱唔系好事咩？话我哋靠丫头发达发大达啦！哎呀，咁系人哋唔知啫，你讲清楚咪得咯！我点讲啊？啊，我同边个讲啊？话我冇用丫头一个崩啊！话我哋呢间铺嘅顶手费系当咗我只表，话我哋呢间铺每个月都有钱赚，我系可以咁讲，但系讲完有人信咩？中意信就信，唔信就算。据我话，讲呢啲嘢嘅人就系食饱饭冇嘢做，饮多咗几杯就喺度乱噏廿四。仲有你啊，人哋讲下你又当真，翻嚟发细路脾气。山东退役啦，话同阿夏搬去屏东养鸡喎。咁样咪几好咯？但系佢冇本钱啊，问我借。借几多啊？1000蚊。咁多啊？啊。咁我哋都冇喎。你唔系一直有工会嘅咩？可唔可以提前标会啊？哎呀，我标过啦，净系我哋呢间铺啊，水电费入货，我哋屋企食嘅用嘅，细路翻学嘅学费，样样都系钱嚟噶，唔标点搞得掂啊？都唔系，少少办法都冇嘅。有钱啊？丫头佢咪有本存折嘅？嘿，咁唔得，嗰啲钱系佢嘅，我唔要，唔掂得。哎呀，你点解咁死牛一面颈嘅啫？
我哋而家系救急啊！而家山东急用啊嘛，我系话问丫头借，之后再还翻俾佢咯。咁我点同山东讲啊？啊，万一佢到时还唔到，我走去催佢啊！哎呀，你真系点极都唔明噶、啊，你呢几个难兄难弟借咗出去就唔好谂住有得还啊！我嘅意思系话，等我哋铺头有多余钱啊，每个月就还翻少少俾丫头。唔得，讲咗唔可以用佢啲钱，啲钱系佢噶。边有阿爸分得咁清楚噶？再讲啊，啲钱又唔系用喺我哋身上，又唔系用喺铺头度，只不过系唔得，呢个系规矩，唔可以破坏。我定嘅规矩，我点可以自己破坏啊？规矩系死嘅，人系生嘅。咁我问你啦，规矩重要定系情义重要啊？吓？你谂下，我哋啱啱退落嚟嗰阵啊，几困难啊！都系靠啲左邻右里，今日一桶油，听日一袋米咁样帮我哋嘅咋？记唔记得山东嗰阵时，日日嚟呢度食馒头，餐餐食。佢系个山东人，人哋自己唔识整咩，系要嚟我哋呢度买。你肯定唔记得啦。我冇唔记得。冇唔记得，咁你犹豫啲咩啊？啊，我知啦，你一定系惊俾人哋讲中咗，话我哋靠个女赚钱，系咪啊？我系咁嘅人咩？啊？佢哋咁讲，我个心唔舒服，呢一个系事实。但系丫头嘅钱，我哋唔用得，呢个系原则。算啦，唔同你讲啦，我去瞓觉。哎，你。你哋越讲越离谱。既然你哋走嚟揾我做公证，咁就由我话事。李燕，一星期七日，你让两日出嚟，唔好排得咁慢，俾自己唞下。得两日啊？唱两日都唔俾你唱。赵主任，李燕，主任。照合约我是唱七日的，要我让，要我不嘈，可以。不嘈就得了，不嘈就得了，好。由我来指定，边个唱压轴？你指定？你凭乜嘢指定啊？凭我有合约，凭我愿意让。你指定边个啊？主任，个无科找你过去啊。佢啦，我指定佢，系佢，就系佢，我就系指定佢，凭佢，凭佢同我一齐唱压轴，佢乜水啊？唱压轴，李燕，你系认真噶？边个同你讲笑啊？点解佢唔唱得啊？你呢招好阴毒啊！搵一个唔三唔四、完全冇人识嘅人嚟同我一齐唱压轴。佢咩新鲜萝卜皮啊？就凭佢都去唱压轴？刘小春，讲嘢小心啲啊！我有讲错咩？佢算老几啊？叫咩名啊？有人知道咩？我就系要指定佢，其他冇得倾。林老板你点睇啊？完全冇问题。林金毛，乜嘢冇问题啊？你话冇问题就冇问题啊？你走嚟我电台挖走我嘅固定班底，得你哋三个人话事啊？你哋有冇问过人哋邓丽云嘅意见啊？咪系咯。好好好，咁我而家问啦。咁邓，你问嚟都系冇用。我而家就可以答你，冇得倾。佢阿爸即系俾佢嚟电台唱歌，佢仲系个学生，唔将佢抛头露面。主任又唔系长期唱啊，只系代班唱几日啫嘛。咁都系登台，都系抛头露面。主任讲得啱啊，要尊重家长意见。主任。我撑你啊！你自己想唱啫嘛。不如咁样啦，如果你可以说服到佢，我咪让咯。小妹妹，
你要想清楚啊，你爸爸。哎，丽云你坐。啊，得啦，李燕姐姐，我企喺度得啦。坐啦。话我知，点解唔应承啊？你惊佢？唔惊佢，我惊我爸爸。佢唔俾我喺出面登台噶。你出嚟唱歌唔系为咗登台表演嘅咩？我每日喺电台唱歌，大家扭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啦。系完全唔同噶。唱现场，台下嘅观众可以直接感受到你表演嘅魅力，嗰种感染同回馈系最真实噶。你可以清楚咁感受到，透过你嘅歌声传达出去嘅力量有几巨大。就好似你嘅歌声中充满住无数条弦，牵动住台下每个人嘅每条神经。好似你一开口就系对佢哋发指令，你要佢哋开心，佢哋就开心；你要佢哋难过，佢哋就难过；你低沉，佢哋会安静；你轻快，佢哋就会跟住打拍子。呢种感觉。你在电台的演播室入面是不可能体会到的。开着个收音机，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走开。去个厕所喝啖水。如果有邻居来坐低，你的歌声就是个背景。不想听就即刻熄机。但是现场就不同了。只要你唱得好，大家都会买飞入嚟听你唱，全个舞台都是你的。合埋对眼谂下，在那一刻，你就是女王，全个时间空间由你掌控。但是我得吗？你梗系得啦，我听过你唱啊，而且。在你咁细个嗰阵就听过啦，你天生就有呢种魅力。邓丽云，你乜嘢都唔使谂，只要你开口，世界就系你。侍女中啊，劲哦，侍女中劲啊，清风犀利喎，清风犀利啊，好靓女啊，嚟整支先，好。看什么不好意思啊，冇地方放，不如向我找个地方帮你挂起佢啊。唔使啦，我攞翻去。雪哥，哎，雪哥，系系系，山东，你等一阵啊，我攞碟架先过嗰张台先，等我一阵啊。阿嫂，山东嚟咗啊，哎，煮碗面你食啊。唔使啦，唔使啦，等阵仲有嘢做。山东，哎，呢啲你攞住。唔得，我唔可以再要。做咩啊？还俾你哋咩嚟噶？你今朝个丫头攞俾我噶嘛？其实啦，我都唔使用咁多，呢度入面仲有噶。诶，阿嫂啊，系，诶，呢啲系俾丫头食噶。红龟糕佢最中意食，今朝佢太早嚟啦，仲未蒸好，阿霞特登叫我攞嚟俾佢。真系多谢你哋啊！唔生气唔生气，我先走啦，嫂。真系唔食啊？唔啦唔啦。好。陈泽嫂你好啊，
哎，吃碗面先啦。啊，多谢，走啦。我得闲多啲嚟啊。走先啦，好重口。苏贵喺丫头攞过去嘅。呢个女。老板，加两只卤蛋啦。哎，嚟啦嚟啦，待好啦，嚟啦嚟啦。嚟加两只卤蛋，今日咧老板开心啊，卤蛋免费，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老板，咁我哋都要卤蛋啊，我哋都要一份。好，今日凡系嚟食饭嘅，每人免费一只卤蛋。好，嚟嚟嚟。究竟咩事啊？睇佢几开心。你嘅生意好开心咯。诶，放啲嘢入去先。好，慢慢食，慢慢食啊。爸爸，我爸爸你讲先啦。山东叔讲晒俾我知啦。哦。嗯，睇啊，啲钱我入翻啦。爸爸，你粒声都唔出就攞咗本存折俾你山东叔，你一啲都唔心痛啊？山东叔啊嘛。哦。咁又系嘅，山东叔啊嘛，丫头啊，你呢一点咧就始足你嫲嫲。你嫲嫲好大方嘅，街坊邻里边一家有困难，你嫲嫲又出钱又出力，真系好大方啊！妈妈都好大方噶，佢对朋友好阔绰噶，好大方，好大方。哎呀，今次咧系你阿妈攞咗我只表去当借钱俾你山东叔。以前过时过节，你阿妈都系叫晒啲伯伯啊、叔叔啊翻嚟屋企，又食饭又饮酒，连眼都唔眨一下。你阿妈都系一个好大方嘅女人，呢一点你两母女似你嫲嫲。有句说话真系讲得好啱，唔系一家人唔入一家门。爸爸，既然是一家人，你为什么不用我的钱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想我赚的钱觉得很没面子啊？丫头，爸爸是过不到心理的关口。我是你的女儿，你用是应该的嘛。爸爸呢，怎么都要像爸爸的样子，一个男人要养妻活儿，这个男人的责任。爸爸是怕，爸爸你怕什么？爸爸，丫头啊，又剑入车儿，我怕我习惯了，日懒了，麻木了，就会心安理得地使你的钱。我赚钱给家用，本身就是天经地义。如果我没有你这个懂赚钱的女儿呢？当然啦，淨係識使錢，唔識賺錢，幾好啊！但係使下使下，人就會開始變噶啦，會變到爸爸唔似一個爸爸，男人唔似一個男人。而家幾好啊！而家爸爸同媽媽兩對手，靠我哋嘅努力做嘢，一齊撐起呢頭家，日子過得幾開心。啲人成日都講噶啦，想甜嘅就加啲鹽。点解要加盐啊？啊，一个人流咗汗就有咸味，只要出咗力流咗汗，咁我哋嘅日子先至会过得甜甜蜜蜜、心安理得。咁我都为屋企加啲盐啊，咁日子咪会过得更甜咯。你又为屋企出过力噶，你系我哋邓家嘅骄傲。你山东叔将全职交翻俾我嗰阵，我个心咧都不知几甜啊！你真系我哋邓家嘅乖女。哎呀，唔止我甜啊！铺头啲客都有甜头噶，我每人免费送一只卤蛋。爸爸，其实可以更加甜噶。啊！如果有一日有更加多人中意听我唱歌，中意睇我表演，你开唔开心啊？到时邓家小馆三日免费，讲个算数噶。我真系有日可以俾大家见到我，梗系得啦。你只要读好啲书，唱好啲歌，日子见功，水到渠成，
你实会被人见到的。行啦，行啦。以后我哋每年咧都要影一张全家福，一年好过一年嘅。爸爸翻嚟啦！哎呀，翻嚟啦！哎呀，辛苦你啦！嚟嚟嚟！哎呀，今日好忙啊，真系攰死我。哎，我煲咗汤啊，煲碗俾你啊。好。唉。嚟啦！嚟啊！走嚟边度做咩啊？十分钟，要唔要啊？要唔要？你陪我入去啊！诶，我需要睇下，去了解下。高厅啊，不良处所，少年队会拉噶。睇下你仲着住校服。再讲啊，阿爸都唔俾你登台抛头露面，有乜好了解啫？爸爸放宽咗。冇可能。系真噶，上次佢亲口讲噶。读好啲书，唱好啲歌，日子建功，水到渠成，你会俾人见到噶。爸爸话俾人见啊，而且我都冇话即刻要登台，净系想睇下专场系点样啫嘛。求下你咯，三哥，求下你咯。好啦好啦，着住佢啦，快啲啦。就是李燕啊，唱得麻麻地啫喎。唔係佢，李燕姐姐唱得好好多噶。哦。唔覺得俾人列為不良處所啦，唔正經啊！你睇啲人邊度嚟聽歌噶？掌声多谢小春小姐带嚟精彩的演出，多谢大家，一首轻快的歌曲，多谢小春小姐，小春小姐的演出总是留到深刻印象给大家的，多谢，辛苦了，多谢小春小姐，多谢小春小姐。各位来宾，跟住落嚟要郑重同你哋介绍期待咗成晚的好节目，等我哋隆重欢迎李艳歌后李艳小姐。
哎呀，你点解唔出嚟嘅？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，犀利啊！我乐队伴奏都唱到喎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原来咁就系唱现场，台下嘅观众可以直接感受到你表演嘅魅力，嗰种感染同回馈系最真实噶。我同你燕姐姐讲，佢唱得好好。诶，你要听日专场已经唱完啦，翻屋企啦。好快翻嚟啊！你，唉，你好过分啊！饮大咗又发酒癫，你到底做乜嘢？你燕算啦算啦，你唔系咁放工系咩？剪咗你条咪线有咩所谓啊？清唱咯！哦，你唱唔到啊？唱唔到翻屋企练咯。走啦，嘈我做乜嘢啊？好啦好啦，停！刘小春，你想玩乜嘢啊？森哥，入到后台仲会打交噶喎？呢啲咩地方嚟噶？你只系唱三首咋？唔系你一个人唱，仲有个刘小春，刘小春啊！你玩乜嘢啊？你做乜嘢啊？我同你讲啊，呢度系郭之斌，我系你女人啊！春姐，春姐，林金毛，你而家当我系乜嘢啊？春姐，你冷静啲啦！阿谭都要抛头露面系啱噶，你到底发现啲未啊？春姐，唔好咁啦，有事慢慢讲啊！你睇下你自己。啊，吴老师，啊，系，我系段宁妈妈，好，你讲啊，啊，75分，吴老师，冇可能噶，我哋段宁嘅英文咧，从来冇低过90分噶，啊，系西门丁同男仔一齐，吴老师，咁就更加冇可能啦，你哋肯定搞错咗啦，哦、啊。肯定是丫头啦！啊哦，系我哋隔篱嗰个邻居，佢成日叫我哋段玲去陪佢噶。你啊，就同我一齐去啦！嗰个清风好好噶，佢啲朋友都好搞笑噶，你去玩啦！我唔去，你都唔好去啦！你去叫嗰个清风唔好再寄啲信嚟电台啦，我惊俾你妈妈发现啊！哎呀，你唔讲，我妈妈肯定唔会发现噶。佢听落就唔似系咩好人，你唔好再同佢来往啦！我点解唔同佢来往啊？咁难得有个人同我倾偈，你可以同我倾啊，同你倾。你明咩？我唔明佢明咩？邓丽云，邓丽云，边个嚟噶？主任嘅朋友。你好啊，邓丽云。你好。系咁样嘅，我系嚟揾你倾下嗰啲登台表演嘅事啊。我爸爸唔会俾我登台噶。唔紧要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哋一齐谂下有咩办法咯。呢个系你同学啊？啊？
咁你哋两个一齐有伴都好喎、啊，我哋揾间西餐厅坐低倾下，好唔好？我唔得啊，我约咗清风啦。女女啊，我一个人会惊噶，你陪我去啦，求下你啦。嚟嚟嚟嚟嚟。啊，咁好啦，好啦，去啦。诶，坐我车啦，坐我车吓。啊，呢度呢度。啊。哎呀。唔该。唔生气，唔生气吓。诶，睇头啊，睇头啊，啊，睇头啊，睇头啊。金鱼佬。哎呀哎呀。你打咩嚟？你做咩啊你？你边个啊？妈妈。女女。你讲乜嘢啊？等阵啊，邓丽云，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走啦！走过嚟，你个金鱼佬，你仲想做乜嘢啊？你唔好再打，再打我报警噶！你报警啊！妈妈，报啦！妈妈，我话你知，我仲会报宪兵队啊！佢哋系军眷啊！你而家系有鬼军人子弟啊！我话你听，妈妈唔好打啦！走啦，女女！唔好意思啊，走啊，丫头，走！唔好意思啊，邓丽云，等住宪兵拉你个金鱼佬啦，唔知走！女女，丫头行啦！叫宪兵嚟拉我？我做咗啲乜嘢啊？成日都遇到黐线婆嘅，唉，咦，真系激气啊！嘿，你哋睇下吓，你哋自己睇下，我仲谂紧我哋女女成绩点解退晒步，就系跟你哋丫头学坏咗。诶，唔好乱讲啊！你哋搞清楚先好讲。而家情况好清楚啦，呢啲信嘅收信人系邓丽云吓，收信地址系电台吓。跟住呢，寄信俾佢又点啊？我个女日日喺电台唱歌，每日都收到一大箩信嘅，呢啲都系歌迷写噶。乜嘢歌迷啊？呢啲系乜嘢歌迷啊？写埋啲乜嘢啊？嚟嚟嚟，我读俾你哋听啊吓。Dear， 自从上次与你见面回家后，我一直不能忘记你的倩影。听下啦，仲倩影啊！尤其每次跟你聊天，都被你深深、深深咁吸引，我都读唔落去啦！你唔知丑啊？呢啲系乜嘢歌迷啊？乜嘢歌迷会写啲咁嘅嘢啊？而且仲见过面添，写得咁露骨，乜嘢倩影啊？忘记唔到啊？系咪咁样噶？呢个人系你笔友啊？清风。呢个系乜嘢名啊？一听就知唔系正经人家啦。你同呢个叫清风嘅人见过面未啊？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呢啲冇得赖人噶。老邓啊，你哋咁样唔得噶，生意再忙都唔可以忽略啲仔女噶。今日。如果不是周敏机警一路跟住查到那个人，咁嗰个系咩人啊？吓，一个老男人，四十几岁，有架私家车，上车两个妹妹仔去边啊？仲喐手喐脚，摸呢度摸嗰度，仲喐手喐脚？嗯，边个？佢即系扶我哋上车，嗰个系国之宾歌厅嘅老板，佢系揾我倾唱歌嘅嘢。唱歌唱歌又是唱歌，哎，邓大哥邓大嫂，你哋个女要唱歌，咁系你哋屋企嘅事，佢哋系管唔到嘅，但系唔可以影响我哋女女，我哋个女系要好好读书噶。而家好啦，为咗帮丫头补习功课，拉低晒自己嘅成绩，浪费晒自己嘅时间，吓，而家帮佢收信，仲要陪埋佢去拍拖，重点系佢嘅学识讲大话呃父母啊！以前佢唔讲大话噶，我哋丫头从来唔讲大话噶。我已经帮佢揾咗补习老师噶啦。你要佢去补习班啊？补习班系咩级数啊？乱七八糟咩人都有。我系帮佢专门揾咗个补习老师，一对一嘅，只系教佢一个人。我唔补习啊，坏学生先补习噶咋？对唔住，你分数唔好，你就系个坏学生，你冇资格讲唔要。你打算揾边个？
黄幼玲。哦，嗰、那个以前你喺上海嘅闺蜜啊？乜嘢闺蜜啊？佢以前系我跟班嚟噶，佢就好似只跟尾狗一样跟出跟入啊，执我啲旧衫着噶。你哋都冇咩来往，你揾佢啊？揾佢个仔喺美国大噶，英文应该冇问题。嗰啲信唔系写俾你嘅，系咪？我知道嗰啲信肯定同你冇关系，应该系写俾段宁嘅，系咪啊？丫头，有啲咩事你要同爸爸妈妈讲？系咪咁样啊？呢一点咧，只要我哋嘅家风，唔会出卖朋友。好了，其他事爸爸可以不问你，但是有一件事爸爸要问你，那个歌厅老板究竟是什么事？我们认识的，电台老师认识他，我们主任和他还是朋友。那你都不可以随便跟人走的嘛、啊、他有事可以找你们老师，找你做什么？我都不知道，他都没说，段妈妈就开始骂他了。丫头，你听爸爸讲下，唱歌是你喜欢的，我们同意你可以唱，在电台规规矩矩正正经经不抛头露面可以，但是好像郭之斌那种地方龙蛇混杂不得，绝对不得。郭之斌是一间很大的歌厅，训练班里面有很多师兄师姐都想去的。那些是人家的事，你不得，正正经经在电台唱吧。真的不得啊！不得。咩事啊 ？Andy Williams， 喂，咩事啊？咁 Beatles 有冇啊 ？Beatles？ 你呢两个事嘢我都唔识。啊，我呢度有刘静思啊，你要唔要啊？老板，我要买英文唱片，唔系中文啊。唔紧要啦，咁我自己睇下啦，唔该。又嚟听歌啊！今日冇新歌啊！啊，旧嘅都得噶。咁我哋听李燕啦。啊，好啊，多谢老板。啊。人间若
知道是个惩罚，不知道有多少银河，且让谁听懂快乐，沉默也是种抚摸。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相许的误会无缘，谁唱起了爱情的关于几夜，试过了却不亲切，谁唱起了时代谁唱？